想要吃飞机，我爱吃动物，杀那些动物来吃，就要吃素。你要吃什么？祝福人民健康平安。乌克兰要帮助他们，为什么要帮助他们？因为他们在打仗。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佛陀的慈悲心，我们人人的慈悲心都是同的。但是什么叫做慈悲？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可是呢，我们能如何去发挥到了无缘大慈？什么叫做无言大慈？人伤我痛啊，人苦我悲啊，痛在别人的，伤在别人的身上，痛在自己的心里，形容能形容出来，但是真的，大家听了，哦，人伤我痛，人苦我悲，那我们大家听了啦，伤他痛都痛啊，我能感觉到吗？真诚的一句话，难呐，他痛啊痛啊，我们只能表达一种同理心啊，知道他很痛，你很痛，我痛，你同情我的痛，所以你靠近我来安慰我，抚慰我，只能这样。你们呢，靠近我还是同样感觉不出那样的伤与痛。我说我的苦，我说我的悲，你只能呢走进了我。师父，你想要什么？只能说我要这个，离我太远了。你只能呢达到我的心意，把我要的搬过来，让我摸得到。那到底我为什么要它？不是你，你无法度了解。那我摸到它的，有满足吗？没有满足。摸一摸，还是要离开的，还是得不到什么。所以真有得吗？所以人生啊，你要求什么，你能得到什么？什么都得不到啊。所以我们把握当下，现在呢，自信的时代，影像回来，看到了，就说，孩子，找出孩子来，所以透过了邱一芬，又要透，要过再透过了当地啊的志工，试过去找这个孩子的村庄。这个孩子我们找到了，他得救了，我们已经呢把他送到了离他的乡村1000多公里的新德里去，可以看到了，孩子呢肚子已经消了，但是怎么会有凹的那么深呢？
原来他从细会开始，那就不到的一段，现在是九岁，他的来临被起了。现在呢，内脏移位了，也许还要等一段时间，期待这个孩子呢，随着时间呢，调整他自己身体的内脏啊。这样，假如没有奇迹发现到，没有科技发现到，就没有这样的人力物力帮助他。这就是因缘，有了因缘，孩子得救了。在最近我一直都说了这样，所以因缘那要表达出来就是一个字，苦啊，就是苦。人世间啊，各有不同的苦，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，病、老，这种病跟老啦，很自然的法则，既生来人间，一定呢，就是五脏六腑都会经过了老、病、衰退啦。最近点啊，讲啊，年纪大啦，坐会啊啦，啊，安尼会病呢，安尼会体态啦，这样的生态是自然啦，都是要顺其自然，心呢就会放宽一点。那这人生顾好身体，回报父母恩，发挥呢为人间有利益的事情，这就是生命的价值。最近一直说人人自我盘点生命价值，不是为了三顿吃会喘气享受，这是生命的价值，这都无价值。真正的生命的价值，是对人类有帮助。从家庭为家庭付出，事业为社会付出，投入社会无所求的，更愿意牺牲。习舍了以后，充满感恩、欢喜，这是生命的价值。看到104岁的蔡宽，他已经在慈济里了30多年了，他还是那样的挺拔，他现在还可以呢，跟大家一起读书会，很敏捷，他的身心健康，不只是身体健康，心理嘛足健康的，脑筋呢也很敏捷，现在呢。社区委员的活动，环保，他都跟得上，这都是价值。所以要健康啊，就要做思想，就要不要一直认为我老了，我要接受别人的，没有这样的观念。
他们就说，我无人老，我要阁真有用，我要投入，我要阁做，这样的思想的想法，大家都很健康。不管是环保菩萨、慧严菩萨，他们呢，都是这样的生活，这都是生命的价值。